嗨，各位同学好，我是中东老师 David 老师。今天还是一样进入到我们自然拼读以及国际音标的应用学习。在上堂课我们教了一个破音形态的 OIR， 它是念 IR， 好，非常特别哦，所以我们念 Choir。 那正常的 OI 我们念 OI， 然后这时候念什么重一点的念哦，结尾 SE 重点来念，可能是动词的时候 noise poise。 好的，还是一样，进入到我们的 A， 利用 AEIOU 的一个学习顺序，我们再去找韵音的下一组，我们找到是 OIST。 那我们来看 OIST， 我们把上一堂课的比较特别的字拿掉，拿结尾拿掉OI 结尾ST 的时候我们念什么我们来处理一下，记得到上几堂课教过结尾 T 的时候 T， 所以这时候 ST 结尾就是 ST OIST。 那注意来我们来看首音，我们首音现在我们的 onset 先念 OIST。所以我们第一个 onset 我们找到是 h 发音为 hoist， 以及我们讲的 moist。 好，再一遍来我们先来h 声门hoist moist 再一遍最后一遍我们来看 hoist moist。 好，那先注意一下我们来利用 AEIOU 学习顺序老师这边排的一个韵音词典，在 OI 的组合之后我们看到下一个就 OKE 了换句话说，在 OI 这个组合中利用 AEIOU 配上 AEIOU 这个双元的一个循环OI 算是结束了。那我们来利用老师词典再来看AEIOU，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前面是 O 后面配上 I AEI， 所以有没有 II 的组合？我们可以发现在语音词典中是没有 II 的组合没有 OI 的有 OI 的组合 AEIO。 那我们现在来找 OO 的组合在 OO 这个组合，也就是我们进入到新的单元来，今天OI 结合完之后好，来我们来看同学们来看OIST 是最后一组了。那我们先来看 OO 的组合，也就是今天带入我们的新的课程新的循环，在 nucleus 的地方，我们找出来的是OO 的组合。OO 这个地方比较特别，因为 OO 有两种念法来看O 跟 O 组合，第一个就是念 U 来我们看长物音我们知道 OO 有两个，一个短物音 U 一个长物音 U 所以在自然拼读中我们通常先讲说这个 U 它是单独念的时候我们是短物音 U。如果你把两个短物音合才叫 U 它就 U 那这时候教过今天要教生词有 U 有 BU TU U ZU 再一遍BU TU U ZU。 好，那我们来看新的课程中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我们 OO它是长元音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结尾拿出来 ，OO 是长元音的时候，并且
配上它算是 long vowel、哦、它是双元的、哦、它是长元的、哦、我们先把 long vowel 拿进来、哦、把这个 long vowel 拿起来，所以很特别、哦、在 OO 的时候我们就是念呃呃呃，好，那这时候我们来看、哦、所以刚刚这个 dipson 我们先放、先留着、哦、这是上一堂课、哦、long vowel 的时候呃呃呃、哦、那这时候它同时也是双元音、哦比较特别的一个双元、哦、但是我们归类在长元这个地方，所以在第一个首音 onset、哦、onset 我们找的是 b， 所以这时候 b 念什么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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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好的，第二个首音呢我们找的是 t、哦、找的是 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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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o two， 啊，那第三个我们找的是 w 啊 ，approximate w 轻音 w， 在开头的时候念 w w w u u u， 啊，那最后一个我们找的是 z z 念什么？怎么念呢 ？z z z z。zu zu， 好，那先来注意掉，记得一件事 ，a e i o u 的 u 啊、哦，它有两个长元音，一个是念 u u u， 一个是念 u u u， 所以我们在讲 u 的长元音，为什么其中一个是 u， 其实是 o o 带出来的 u 音，所以在编列上来说。O O 的长元是念 u，U 的长元是念 u， 那 u 的另外一个长元念 u 的时候，我们是把它当成破音形态 variant， 啊、哦，也就是 O O 带出来的 u， 啊、哦，去变成 Y O U 的 u， 啊、哦，这个概念呢、哦，希望同学们先理解啊、哦。啊，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啊？因为有的人他搞不懂啊 ，u 这个音到底是 u 的长元音还是 O O 的长元音啊？O O 的 long vowel 是念 u，U 的 long vowel 是念 u， 但 u 的有两个长元音、哦、一个是念 u， 它 本身念的 u，、啊、它念 u 的时候是 variant、哦、是破音形态，因为是 O O 的长 u 音才是 u 啊、哦，那再来一遍啊、哦，好，那再来啊、哦，我们还是回到刚啊、还是回到上一堂课啊、哦，最后一个音 O I S T。oist oist oist hoi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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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i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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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是念双元哦。那再来 ，o o 的时候呢 ？o o 的时候呢？我们念 u u u 长元哦。bu bu bu。two two two u u u z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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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今天有带来一个 oo 的一个长元音的念法啊，也就是 u 的破音的长元啊，那这个希望大家同学有一个理解性的啊了解啊，自然拼读跟国际音标的一个差异性，同样的 啊如果喜欢中统老师 David 老师这边提供给你自然拼读的规则以及国际音标的应用学习，如果喜欢的话也欢迎你在老师影片后方、啊、帮老师按个赞做个分享、啊、同样的，如果同学们对语法上或英语有其他上面的一些问题，也欢迎你在老师影片后面、啊、留个言，老师看到会尽快回复你的讯息。以上就今天教学、啊、也谢谢大家收看。